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a 分之一加 b 分之一等于这个，那么他问这个等于多少？那这怎么办哈？我就把这个东西哈乘过来，也就是说 ，a 分之 a 加 b 哈，加上 b 分之 a 加 b， 这个等于五啦，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就一。加上 a 分之 b， 那这个呢，这是 b 分之 a 加一等于5了，所以这个就等于5减2，就是 a 分之 b 加上 b 分之 a， 这是3啊，5减2等于3，所以答案是3。